里的唯一大好线了。俺去越南。你懂什么呀？他们跳得多乐啊！太棒了！1500，太贵了。谢了，别配合你。我认错人了。怎么了？不要欺负外地人。我哪有欺负外地人？钱包啊！什么事？还带回来一个受伤的。阿哥，阿华，阿华，你救我呀！阿华，快来救我呀！先睡。到哪儿去了？做不了龙头，还是个飞机场，那个时候每个同学的胸部都比我的大。喂，哦，又吵架了啊！哎，不关我的事啊，生气啊？我只是想让你多赚点钱呢。那老太，回来干什么？走，关你屁事啊！你已经拿了50000。我认识了一个男孩子，我，他是一个读书的人才啊。可惜，张小姐这人可真好啊！